对面的建筑是墨尔本的州立图书馆，我们是在 Swanston Street。 大家跟我来一起看一下，这是一个什么新鲜的吃法，围炉锅盔。我也买了一个尝了一下，还不错。大家好，我是 Mary， 我现在是在墨尔本，我们一起去墨尔本的中国城看一下。中国城到了，这个牌坊的后面写的是西华。我们进去边走边看。墨尔本的中国城有两条街，第一条街我们走到头了，这个牌坊上面写的是月恒，这是 Russell Street。 我发现墨尔本的中国城牌坊前面没有两头狮子。我们过 Russell Street 走进中国城的下一条街看一下。我们过来了，看一看这个牌坊后面写的是什么，日升。我们走到头了，这个牌坊的上面写的是东泰。我们从这里再走回去，这样子好，又稳。
我也坐下来吃点东西，感觉特别甜。这墨尔本的中国城就转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拜拜。